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哎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哥，哎，宁波来。哎，小姐，问一下，程总在几楼？三楼办公室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先生你好，哎你好，张小贝，我找他们，起稍等起稍等，不，我跟他们是哥们儿，我不想在你手底下干了，我受不了这份气，我看不了这份脸色，我出了力，我落着好了吗？我没落着好，你把刘总资金全给我抽走了，是谁怎么办啊？我还你，我公司注册完了，我全还给你，哎、一分钱我都不要。哎，哥俩这是干嘛呢？啊，小点声行不行啊？今天刚开业就跟这儿吵架，不怕人听见笑话？我不怕，宁哥，你们是朋友，你给评评这个理。这么多年，他压着我说过一个不字吗？我没说过，我没说过不字，你得让我心里舒服吧？我说过程江，程江，少说两句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什么他妈亲兄弟啊？我给他当了多少年杨白劳啊？混蛋！撤！你怎么动手？混蛋！你撤！对，我不理你就完了。对，怎么回事？你问你干这属事我不知道，你问问他啊。开餐厅，缺斤少两带宰人；开歌厅，开锅剩三赔。那你也不能打他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哪家歌厅不设三陪？哪家酒楼不宰人？我带你朋友你也宰啊！啊，歌厅事万一给抖了出来，我的面子放哪？哥，我他妈打你算是轻的。程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做生意没这么干的。滚蛋啊！从今以后你给我滚蛋！我要再管你，我他妈不是人！以后你爱怎么着怎么着，走人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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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算了，别跟他生气了，咱们找地儿玩去吧。啊，去交管？不去。喝酒去啊？不去。你来劲了是不是？我他妈就来劲了，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。那你开车小心点啊。先离开会儿。到假酱油的窝点啊，我已经找到了。
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昨天晚上我已经把点给踩过了。好啊，先让他们弄着，这两天我们就把他给端了。我们回来了，饿死我了。威廉，去给他们弄点吃的去。哎，情况怎么样？哎，你明明知道他们不在了，还要让我们去证实。当天晚上就有人用车把他们家连人带东西全搬走了。什么车？车牌号多少？哦，我问了很多当时的目击者，都说没有车牌，是一辆东风牌卡车，大概有七八个人吧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哼，你那什么破表，赶紧扔了算了吧。嗯，1:25。宁波，你来一下。哎，哎，你刚怎么说话的？嗯，怎么了？那块表是他最好的朋友陈浩送给他的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又开始翘尾巴了？把人家记者晾了一上午。不是，局长，这您就冤枉我了。我怎么去接受采访啊？回头一上电视，一上报纸，成了新闻人物，我还能去办案吗？哎，那你也不应该呀、啊，你要跟人家说清楚嘛。那行，那下回我一定按照领导的指示办。局长，啊，我觉得这个假奶粉案和化肥案好像是一个人干的。嗯，你说说。剁老杜的手指头，用钱封老杜的嘴，最后把他逼死。蒋来顺死不交代，家属当天晚上就转移了。两起案件虽然距离远，但是善后的手段对当事人的家属的威慑是十分近似的。嗯，如果这两起案件都是一个人做的话，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社会网络。有道理。还有局长，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行动好像总比别人晚一步。你说他们有内线呼应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有陈总的关系什么都好说，防伪标志的钱等做完了再说，没关系。那好，谢谢了，感谢科研所的大力支持。能救活你们厂是个大事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嘛。那好，那我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事办得顺利吗？有你的关系啊，一切都顺。哎，嗯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程江跟我分家了，我和他闹翻了。怎么会成这样啊？宁波知道吗？他知道顶什么用啊？也怪我，最近我都忙晕了。哎，咱们应该找个时间好好的坐坐聊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给我的？我在路边上看他挺好玩的，就给你买了。嘿，真挺可爱的。谁要是跟了你啊，肯定会特幸福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你还得赶紧想办法，我要立刻出去。顶住了，我们现在正在办着呢。这太苦了，老范又多，打又打不过他们，度日如年呀。你放心，号里的事儿我来摆平。啊，想打谁就打谁，伙食的问题呢，我来给你解决，好不好？前天工商局又提审我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不过，
时间长了，我就不敢担保了。老蒋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办事向来有张有法，守口如瓶，这也是我器重你的原因。扛住这一次，你家里人会过得特别幸福。不然的话，鱼死网破，你家里可就不是这样了。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，说到做到，请看。啊，为我争取点时间，我们全力以赴办你出去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打开看一下。咱们认识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记得好像没送过你生日礼物啊。太隆重了吧，我都不敢收了。带着吧，挺好的。嗯，还有。我记得你挺喜欢威尼斯的，对吧？对你工作表现的一点点奖励嘛，嗯。其实你不用讲，有什么事儿直说就行。你相不相信人是有命的？你很聪明，但是运数不是特别的好。是吗？我觉得很好啊，我很知足。可从前你是个心高气盛的女孩子，19岁，小女孩。我倒忘了，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跟我这么多年。哎，从来没想过离开过。没有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你没看见你爱过什么人，喜欢过什么人？你心里都在想什么呢？我心里想什么，没必要让别人知道吧。说给我听听吧。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反正我干什么事都瞒不了你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太聪明了，女孩子还是笨一点比较可爱。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，我一定比疼程江还疼你。我确实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。香河广场的事儿。对，我还不是特别放心，没有太大的把握。你想要我做什么？你也知道，在竞标的单位当中，我们从经济实力上，还有经验上，都不占太大的优势。我们有的只是人际关系，所以从整体上来讲，我们并不占什么先招。但是这个项目，我一定要拿下来。负责这个项目的人呢是郭副市长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的筹备资金，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要把它给拿下来。
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在听你说啊。所以你应该好好想想办法，比如说从什么意思？不择手段。不择手段？你肯定这样做有用吗？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。你有没有以前认识的姐妹？没有。我可不想听天由命。你是想让我？这个项目我一定要拿下来。这么小的事，用不着送我机票和耳环吧？你干嘛？生日礼物还是生日礼物吗？我真不知道，有时候该怎么对待你才好。哎，注意保护好自己。这人是不是挺自私、挺虚伪的？没有，挺好的，真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小两口别那么卿卿我我的了。哎，我这个电灯泡是不是够亮了？啊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我自己罚自己一杯。哎，要罚，罚这个。哎，我说咱们换一盘吧，这天子也太闹了。嗯，你买那些片子我不爱看，等什么时候我不在家你自己看吧。嗯，哎，要不要我跟你哥说一声，或者我去跟妈说说？说什么？就是你跟你哥分开的事儿啊。你以为是小时候打仗，我哥欺负我把你给妈告状了？让你一个人做，你觉得我做的不如他好吗？那倒不是。
怎么了？咱们早点睡吧。喂，我在你楼下呢。好的，明白。嗯，我马上就来。陈江，怎么了？你先睡吧，我出去一趟。这么晚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我跟宁波刚分手，他已经盯上咱们了。不会吧？他怎么会知道咱们的事呢？那倒没有，不过他已经把奶粉和化肥的事联系到一块儿去了，而且很自信，一定能够把咱们给找出来。那怎么办？我现在也正在想呢。说这小子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，一旦被他盯上，我想咱们早晚会遭殃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该怎么做。你的意思呢？既然交上火了，咱们也不能撤下来啊。我想这个时候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。哎，其实早就应该这么想。最近营养素的广告市场上一直没停，我估计市场的前景是特别好。这点我已经想到了。那这个是营养素的配方，还有防伪商标，你回去检验一下，给我拟定一个报告。这么做受打击最大的可不是宁波。这我知道，但这玩意儿来钱快啊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这么做也好，打死他们想不到有这么一手。咱们只是做个顺风船，获利最大的还是菲菲。哎，这次一定要小心，别怪我多嘴啊。杨云飞呢，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女人，可她是宁波的人。因为他们两个的事儿，我没少遭你白眼，没少挨骂。哥，我信你是一个能干大事儿的人。我最怕的就是你儿女情长，这个东西要不得，实在是要不得。这个无毒不丈夫。香河广场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朱妈已经答应我们搞定副市长了。其实当时我马上就想到他了，没敢说，怕你不高兴。哎呀，行了，再咬咬牙，拿下香河广场，我看没多久了。历尽苦难，至于心不甘，少年壮志。嫂子，这钱你拿着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每月都给我们送钱，叫我们怎么担当得起呢？嗨，我们大人都无所谓，
关键是孩子正在长身体，学习又紧张，您就甭再推了。嫂子，嗯，我上次让您想的事儿，您想起来了吗？老杜他走了以后呀，我就什么都不愿意想了，想也没用，已经这样了。这我知道，可是总不能让那些人再去坑害别人吧？而且，您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在别人家里吧？哎，没关系，慢慢想。关键是老杜死前的那几天和什么人在一起，他都说过些什么话？哎，别怪我，这么些年从来就没管过他的事儿。让儿子想想，孩子的记性会好一些。我到这儿来啊，您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哎，所有的成分比例都在上面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别客气。完了有什么事我再找你。行，有什么事尽管开口。好，谢谢啊。紧张啊！为什么？我是让假货给弄怕了，这销路越好，我是越紧张。这次啊，凭我们的技术含量和防伪措施，是万无一失了。哎，我这怎么左眼跳完，右眼也开始跳？哎呀，你说点吉利点的好不好？别说话，桂林，你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后门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就在那守着。好啊，我就说站打伞，冻死我了。你少啰嗦，天冷你就回去。你也太没人情味了。女巫是你的部下，你怎么对我的？想当初你落难的时候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？行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啊，我错了。好了，回头我给你买感冒药，好吗？我为什么不进去啊？您得，你懂什么呀？这个要人赃并获。孙一老师，我命令你立即把孩子给我带回来，听见没有？吴老师，你快去给孩子打电话好吗？太不像话了，孩子这么小，怎么能这么弄啊？司仪老师，你到办公室给我来一趟。
回来了，走。拿过一把。快，快点看，快点，抓紧时间，快点，明天我要交货呢，快点，快点，快。哎，你好啊。嗯，站住，站住，别走，别，还跑，跑，啊？还有什么说的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昨天刚开，你们就来了，我一瓶都没卖出去呢。不拿到证据，我会抓你吗？啊？光东风市场一个点你就销了1000多瓶，到时候我会给你看证据的。行行行，算我倒霉，算我倒霉。队长，这些脏货怎么办？招呼你的手下都给我砸了，快，全砸了，砸，砸，都给我砸，砸了。快，把这个砸了，快砸，砸，砸。队长，咱们是不是把酱油都倒了？还倒？上次倒了一次，黄玉吉直接告到局长那儿了，把门封了，等候处理。哦，你跟我走。今天找你来啊，想跟你商量点事。什么事？前些日子我不是带你看了一套房吗？怎么了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你跟司仪再凑合一下，我想把这套房让给宁波和菲菲，他们就要结婚了。我凭什么让他们住啊？我不让。你先听我说嘛。一方面呢，他是我多年的哥们儿，而且这俩人挺不容易的。宁博又没挣什么钱，那是他们的事儿，他活该。他穿着那身皮，他愉快的高兴啊。我们不是没伸手拉过他，是他让咱们东躲西藏的，提心吊胆。现在他想结婚了，让我让路，门也没有。有本事自己挣去。你别那么冲动嘛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我刚才说，一方面他是我多年的朋友，而且咱们俩都是在他们家长大的，不冲哥们儿，冲干妈，我也应该这么做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有一天咱们俩真翻了船，犯在他手里，他是不是也应该掂量着办？真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会因为你是他哥们儿，你帮过他，他住着咱们家的房子，他就手软了，给你开绿灯了。笑话，怎么说话呢？对，以后别那么跟我讲话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觉得欠他，觉得对不起他。你要是说这个，这房子让给他住没问题，我什么都不说。扯别的我不爱听。你想做的事儿，我全都办完了。赶紧脱产吧，越快越好啊！哎，好，哎。那个长沙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货款已经到了，晚上我们就发车。哎，对。哎，好好好，对对，我知道了。放心吧，您的货我已经发过去了。哎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长沙情况怎么样？哎，我们合作愉快。啊、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货款已经到了，对。喂，温宝蛋分厂。哎，你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的货我们已经发了。对，没问题。哎，好，3天后吧。老张，已经到了深圳了，哎、怎么样？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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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功劳。来，厂长。哎，哎，厂长，你的电话。哎，是我呀。多少？800件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、宁队长，我知道，收缴赃物，没收非法所得，给予罚款。看来这些事儿你很清楚啊。我的赃物都收缴了，非法所得迎头在生产了。
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没办法治你了？啊，叶子，你出去。你要是敢打我，我就可以告你。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你可以走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只要你还干这一行，我们就还有见面的机会。下次我再见到你，绝对不是这个结果，你信吗？谢谢政府的帮助教育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宁波，你还不赶紧走？摔死！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干嘛发这么大的火？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干工商了吧？整天就抓这些人，有什么办法？根本就没有具体的法律来制裁他们。等你当了大官，你给咱立法。怎么着？你也嘲笑我啊？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意思？怎么冲我来了？行行行，算我没劲。现在都是独生子女，都知道不能娇生惯养，可为什么一做起来就大？你说，我诚恳的请你回来，帮帮老同学。一共是42000。不会吧？哎，怎么会那么多呢？哎，让我来算算。你报数。音响是4500，彩电3200，床头柜。2800。干嘛呢？快！要不我把烟戒了吧？你戒烟能省几个钱啊？那日积月累，那不就省一大笔钱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来接着来。顶线150。不过不管怎么说啊，我们终于走出了自己的第一步。
走吧，兄弟，看你还能怎么样。有了什么样的风光，就会受什么样的伤。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哭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，我们一样惊慌。长长的生活着，奔波与匆忙，总是分了又聚，来了又去，辛辛苦苦地寻找着幸福与理想。怎么样？有了什么样的风光，就会受什么样的伤。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服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，我们一样惊慌，总是爱了又恨，对了又错，慌慌张张的生活着，奔波与匆忙，总是分了又聚，来了又去，辛辛苦苦地寻找着你。辛苦。